觉得他如果是一直维持这样的攻击表现，我觉得投球几率可能不高。他比如说教练，我想投球，这个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，Oh my gosh， 上去了。这个状况真的太好，一失头又不见了。林安可又打出了全垒打，哇，不可思议啊！林安可，他不止连续四场比赛开轰，这场比赛他又打出了单场双响，我觉得已经带有了四分打点。刚那一棒是三分炮哎，他在这个半局。非常掌握，能掌握得点圈有人的机会啊！哇，相较于他上个打席伤害彻底的加成，上个打席是这个阳春蛋啊，这一次直接轰了三分炮。再看打，马上回来。乡亲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哦。